它们都是去形容前面的这个动词的。比如说这个玩，就是去修饰，去形容这个喝的。然后这三个呢，这个玩、见和懂，我们把它叫做结果补语。结果补语，我们一好，起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结果补语。你看，这里是结果补语，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看这里，说一些动词或者形容词。你看，动词或者形容词，它们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动词的后面，看，在另外一个动词的后面，然后。它有什么用呢？我们通常这样来补充说明一个动作的结果，看见了吗？说明一个结果，result，看见了吗？好。那么我们用它来叙述由一个动作或者状态引起的一种结果。看见这里，我们用它来形容描述。一个结果，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由一个动作或者状态引出来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，你看这里，有三个句子，我们一样，先一起看一下是什么句子。这一个，第一个。我读，对，我读，我读完这本书了。对，我读完这本书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？大卫走，走，大卫走对，到教室了。对，大卫走到教室了。那么最后这个句子呢？妈妈，妈妈就好，做晚饭好，了。对，妈妈做好晚饭了。那么一样的，我们看前面这个我、大卫、妈妈都是主语。那么后面这里呢，书、教室和晚饭都是宾语。宾语。那好。么我们看这里中间的动词，读、走、做，它们都是动词。那么我们好。看。这个呢，我们叫做结果补语。结果补语，你看这个“玩”就是去形容这个读的。这三个，they all describe these verbs，明白吗？好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比如说第一个，我读完这本书了。你看，我在读这本书，我在读这本书。但是呢，我不是读了10页，也不是读了一部分，而是所有的这本书，明白吗？就是说，I read this book not 10 pages or not some of them, it's all of them。我读完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好，那么比如说，再说这个第二个句子，大卫。走到教室了，那么大卫在走，他在走，然后这个到呢，我们说 arrive 到，就是去形容这个走，他走到哪里了呢？走到教室了，这个到教室了，就是这个走的结果 result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。这个玩和到，它们是什么词语？它们是什么词？它们是动词动还词。是形容词？这个拼音是错误的。动词。是，对，它们是动词。那么这个好呢？这个好，我们说它是个
形容词，形容词、objective。所以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两种，两种。我们刚才是不是说的？你看，这里是动词，然后加上一个动词，然后这下面呢是一个动词，加上一个什么？形容词。形容词。对 ，objective。所以这里有两种，两种结构，记住了吗？好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看。你看，这里有一幅图片，这些小朋友在干嘛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做他们在跳舞。对，跳舞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人可能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这些小朋友可能在学跳舞，学跳舞。那么它就是这个动词。那么它的结果呢，比如说结果 result， 我学会了，这是结果。那么你可以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句子吗？用这个结构把它们表达出来，可以怎么说？他那么我们看一下，跳舞。主语是谁？这里主语是谁？What's the subject？ 这里，在这里。The subject， which word in the subject？ 我。对，我。那么动词是什么？这个动词。谁？对，非常好，学。那么这个结果补语呢是什么？是哪一个字？结果补语是哪个？谁会了？对，应该是这一个，会。会。会。对，会是这个结果补语。那么宾语就是这个跳舞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是什么？我学会跳舞了。对，你看主语，然后加上动词，然后这个会就是这个结果补语，然后学会跳舞，这个跳舞是这个的宾语，明白了吗？好。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个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咖啡，喝咖啡。对，对，喝咖啡，喝咖啡，这就是这个动作 ，the action， 动作。那么我们再看，他怎么样？还有咖啡吗？他闻。怎么说？他闻喝咖啡。我们先说这里，这个咖啡怎么样？Finished up。好，对 ，finished up。然后我们怎么用中文说呢？用中文我们可以说喝完了。喝哦，好。对，完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Finish， 没有了，对，我们就说完。那么你看着这个结构，然后你来说一说。主语。他和喝完咖啡了。对，他喝完咖啡了，非常好。那么我们把上面这个句子再读一下这一个。我写
会跳舞了。对，我学会跳舞了。那么这一个再读一遍这个句子。他喝完咖啡了。对，哦，不好意思。